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轨迹，现在苏伊就特别没落了。那就请是问你你曾看经，你曾经，就这个是人生2公斤的大粪，看你早吃晚吃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我可能在那时候吃的比较多吧，然后就特别尝到了这个，这个日子的滋味儿，然后就特别怕一个东西，就是你可以被鸡巴操，但是你害怕被穷操，你宁可被鸡巴操，就这么回事儿，是什么驴操狗操都无所谓。但是，怎么样呢？你看我现在，我总结我现在就是被穷操得过狠了，就是终身残疾，你知道吗？落的心里头了，都，这个大阴影永远过不去。被那个字儿，你知道这怎么说吗？被那字儿狠狠的给嗯了一下，酒中泪，枕上蝶，露中蝶。诉不尽一生情，岁月熊熊烧尽青春，生命火中狂舞，月下独自流连，魂梦无语。问天，好在，我觉得相比之下，我宁可选择现在的生活，我也不愿意选择那个苏姑的生活。现在特别没落，我觉得昨天娜娜跟我说苏姑去找她了，说她觉得特别不舒服。我说你们怎么了？吵架了或者什么？他说没有。他说苏姑整个身体、整个人的出现状态就是绝望，就是绝望。他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特别知道那个当中的那个感受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当时心里还想呢，我想是不是能给他点什么帮助？但是人是救急救不了穷的。你救不得他的一世的命运。可是今天鬼节到了，不是鬼的人间妖孽，他们就不再敢站出来示人了。也许下一次。真遗憾，你们都没有过卖淫经历吗？所以你们的生活会比我更困难。这首歌很好听，叫做《活物》。大概在20年前，我听到它。一般都是，挣个100多块钱吧，然后就去买一张火车票，然后好好的在那去消失个半个月一个月那样的，然后也跟他们那个一天差不多吃2顿饭吧，一顿是午饭，是去住一个小旅馆，你知道吗？住一个小旅馆，然后可能一天。一天几块钱的那样的，
吃了中午饭，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广州的那个珠江，一直走到那个海珠广场，哇，海珠广场，然后往那边走，人民路、北京路那边有一个汉点，很少有人去，一般都是老头去啊，然后再往这边走，快到这边越秀公园了，就是这条路就快到那块儿，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厕，对面是一个小码头。我们就在那个公厕里头来回来去的游荡。熊熊烧尽青春，生命火种狂舞，月下独自钱包已经可能所剩无几，但是如果你去跳舞可能又要付出15块的结果可能是一无所获，如果你不去跳舞就连希望都没有，然后就跟着一大帮人嘻嘻哈哈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那个心怀鬼胎，你知道吗，也可能他们真的很快活，但是我只是在现在回忆起来这些事情，又觉得心酸又觉得那时候毕竟比现在要简单，真的就是一心要卖淫。